哎呦我妈，你跑哪来就天儿搁这弯草了，你不坑你。我咋找不着我了？嗯，我能找不着你呢。哎，知道我搁这儿呢。给你马上吃了呗。我抽多少里头药？我接点儿抽炒炒吃。别炒，咱几个发点面蒸蒸馍吧。蒸馍。那油卷儿弄，搁这卷里头。他才没事。他才没呗。灵芝这是。这灵芝啊。嗯。土灵芝。边碰边草弯弯的，这是黄瓜，都吃第三轮了。这是，这接的，今个上午去吃黄瓜啊。这黄瓜是水果黄瓜，还不等它长老，一长老都不好吃了。再浇一水的话，又长起来。种个番茄都管不太花，也不是我们就搁大头浇，一直往上长来，也不是咋回事。它开花也有花，但是它光不结。我浇浇。炒麻薯菜，炒番茄鸡蛋，辣椒调两分，几个菜啊。往这地里麻薯菜有点多了，都该吃麻薯菜了。你瞅这麻薯菜长得多绿，闲着吃正熟。今儿个切切煎个麻薯菜饼吃是吧？熟。妈，你见过这大番茄吗？就番茄大，番茄在那要一个肉里面，再加点酱。这一个赵老师真的牛。搁这等着，这拿点小鸡蛋炸了再吃吧。也能要糊涂，要糊涂的恶心人。你得先炒炒熬个鸡蛋，再才能拿回来。那都。咦？给干拌，干拌，干拌完了吧？嗯，别吃的。给这拌了，你吃掉。洗好了麻菜，给它清洗，还有点少。切碎给它端盆里。点盐，拌一下啊。放撒盐吧。稍微加了一点水，平底锅烧热放油，再看看摇头摇头摇头的，你看面团这一点煎的两面金黄都熟了，都可以吃了。这鸡上我煎的麻子面团啊，这鸡上我煮的菜，这是酱油回来，那王干白凉不是，这里都放麻糖了，这放麻糖了。没有那做正八天的，吃白的好吃，别喝软的不行行。嗯，好吃。俺要是不给俺，你再炒鸡了。鸡蛋番茄肉，先给鸡蛋给它炒着，别炒番茄，再给鸡蛋直接倒里，那都成糊涂了。我说给它那个番茄玩意儿都烂了，都给它炸掉点，一搅一搅。